小智把这个烤瓶还有烤鱼的料都买过来了。准备开烤，找一条一斤的。看你运气了。上一条特别漂亮嘛。这个也烤不了啊。这个太小了，找一个大点回来，马上现场烤了，烤做烤鱼吃。饶了他了，继续。有的还没巴掌大，就要上烤瓶了。今早上割了一些草喂下去，有十几条草鱼。这么久都不上一条大的，怎么烤？咦、哦、咦，差一点。大家好，小智说太闷了，又打起这台。这鱼的主意了，一上上，哎呀，话还没说完就上，说搞条两条大的上来烤，这种能烤吗？这种，一下答案，不笑，笑的，哦，得起了吧？知道，知道得起了吧？这条估计可以，羊呢？哎呦，这条可以！妹妹下来，吃到没？没动哦，饲料才动。这条可以烤了，生火。嗯，这个妹妹可以，这个稳了。撕不完，根本撕不完。哎！咦？技术也不怎么地嘛，忘记看了，把里面的鱼丸钓上来。哇，这条也可以了，下头太小了哦。啊，我钓那么上来的，笑什么笑？哦哦，有，这么小一条，给你钓成十多斤的样子。那这条到底收还是不收？你看能收吗？这种条。好吧，不收就不收吧，放过你。什么笑够了不吃？一上鱼，也是笑的。我操他！我打你！怎么这么笑嘞？打！打边那样，现在的鱼有点难钓了。之前估计他们过来钓太多了，它绝经了。钓了三条比较大的，刚好可以摆够那个烤瓶。小智已经生火了。哎，拉呀！哎，你在打不？够他！我可以啊，是杆子的问题吧？杆子像大弯弓一样，鱼这么小，这个还小啊，这个不小了，够吸了，够吸了，够了没有？够了。哦，不要掉，嘿。哎呦，哎呦，又来一条，哎呦，这回根本吸不完了，根本吃不完了，根本吃不完。大鱼。这烤瓶好像有点大。四条鱼，是鱼小，不是烤冰的。你那些有问枪哦，算过哦。哦，不越来越大，巴掌这么大，早上假的，都上烤冰了。这个烂米在了不？你根本不然根本吃不完。对呀。哇，那够香了。一个人不做声，先吃鱼再说。尝一下，你信不信我用手直接抓上来吃？我忘记了，一吨。嗯，这个鱼嫩嫩的。啊，甜甜的啊、哦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吗？谢谢。一人一半。不知道有人流口水了没有？小二，摄影师，嗯。不小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去，那个鱼长不永远长不到一斤的，能长到一斤都没了。
可能长不到一斤。第二瓶又开始了，根本不够吃，太香，根本吃不完。哦，香喷喷的，可以了没有？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哇，技术越来越好了。那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。两瓶，我说不够吃，他说吃不完。真的真的不够吃。嗯，我都长靠他是吧？要不要再搞两条上来？搞了，不搞了。天黑了。嗯，幸好不下雨。好了，视频就先拍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。